这台包衣机呢，拿到之后呢，把这个热风管给它接起来啊，就这样接起来。这个里面呢，这个头大的这一块呢，是在这个包衣锅里面的啊，然后把它连接好。连接好以后呢，这是一个开关键，然后这个糖衣锅，这个包衣锅呢就会转动，啊，它就开始转动。这个是调它的速度的，我们看一下。速度就慢了，然后这样速度就快了，啊，这个是调速度的。然后这呢是供风的，供风的话，你按这个绿键按下去，这个里面就可以再对这个糖衣锅进行一个吹风。然后这里呢是吹热风的，这里可以让它加热，然后它就可以吹热风。基本的操作呢就是这样。